校友的身份，我们希望吴茂坤赶快下台。不过吴茂坤只是担任刽子手而已，今天历经了潘文忠，历经了吴茂坤，所谓何来，都只是为了拔管，为了拔管摧毁全国的大学民主和自主。那么也因此，真正的幕后黑手，民进党政府、执政党，才是我们全民应该要唾弃、谴责、下台的对象。是要维护校园自主，要落实民主法治，不是要保管。那各位看看，民进党，尤其吴茂坤，在这个拔管的事件当中，他的理由是管中明教授就任台科大的董事违法兼任，但是昨天在立法院讲得很清楚，像管教授这种情况，台大就有140位的教授是先就任再后追任，而且国立大学的情况，教授这种情况超过好几百位，要这种理由要拔管，全民不接受，大家都不接受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